在中国北纬39度，有一座小岛，它有个响亮的名字，獐子岛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大海养育了祖祖辈辈的獐子岛人。因此一家人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海底捕捞主要以重潜为主，下水约25米左右作业。作为獐子岛渔业集团工作者，每天上班的时间固定，7点准时出海。他们一天平均下水5到8次，每次15至20分钟。从海面潜到海底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。通常一个氧气瓶的氧气都吸光是完成一次潜水作业。潜水员们会根据公司的需要，每天捕捞各式各样的海产品。潜水员们一次次下海捕捞，带来最新鲜的海鲜。每一次捕捞的重量大概在60至80公斤左右。
住啊！太烦了。随着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，具有獐子岛特色的旅游项目也在不断被开发。半潜艇分为两层，上层露天，下层潜在水里。游客可以在上层观看潜水员入水，可以在下层观看水里潜水员带来的独特表演。岛上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岛人之外，还有许多从远方迁移过来的人。作为个体户，他们出海没有特定的时间，一般早上五六点就会出海网鱼。除了大风天气，他们几乎天天出海。下午四五点钟出海，到夜间凌晨两三点钟去发现，是三四年了吧。种地还能收入能高一些，好了能200来斤、300来斤，不好的话都是120来斤。鱼并不是说多有多太大，像撒了网是都放鱼饵，拿它去钓捞鱼和鳝鱼。网住的这些鱼则会用作鱼饵钓更大的鱼，在海中央撒下渔网。当然，这也要靠运气，并不是每网都能网到鱼。俗话说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男女分工明确，男人早上出海，女人留在家里做午饭，等待男人归来。下午男人出海钓鱼，妇女们便围成一团，边聊天边把早上网回来的鱼剪成几小段做成鱼饵。等到钓鱼船回来，就会把已经弄好的鱼饵带走，拿去钓更大的鱼。钓回来的大鱼大部分拿来卖，同时也留一部分自己吃。
这样一来，一年的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大海相关，但人们并不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，他们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域。耕海万顷，养海万年，是獐子岛人民不变的信仰。Come on.